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到花生地，看看花生长得怎么样。哎呦，这花生叶子被虫吃，快吃光了，你看。这虫子太厉害了，你把叶子、花生叶子吃，快吃光了。现在虫真是太厉害了，整个这一片全部都是这样的，也没有见什么虫，那么叶子全部吃烂了。花生现在还刚刚开花，花还正开着花呢。拔一口看看怎么样。现在还可以。大寒盘天，大雨现在还可以。农民希望丰收呀。又是分了又浇水，这收割把回甘。虫子太厉害了，这庄稼见证大，就要开花结果了。吃光了，这肯定要剪开的，产量肯定要剪开。去看路这边，看看这一片花上怎么样。哦，这边呢也有虫。哇，这边的还厉害，这一块地的还厉害。来看一下，全部烂了叶子。这今年花生产量又减产了，这块全部都是这样。种地真的很不容易，还要风调雨顺，这样才能庄稼才能有收成，还要不能有虫害。价格吧，价格呢也不是很贵，还不是，所以说种地真的赚不到什么钱。这一片花生虫灾很严重，这大部分都捡起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